鲜贝大吐司，两个味道，芝士肉脯的，还有香辣肉松。他们日常一个34.9元，现在点进去看一下，一个29.9元，两个更划算。哇，它是这种超大个的。如果说你喜欢吃热的，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，口感更好。这么大一个300克哦。纯牛奶和面，纯手工制作的，里面用的是安佳马苏里拉的芝士。哇，看看，太喜欢人了，很好吃，没有蔗糖，没有防腐，没有香精，纯牛奶和面，不加一滴水，保质期只有12天，很好吃。这款它是微辣的，如果说你在蛋糕房里面喜欢吃这种感觉的吐司的话，尝一下，咸咸的，奶奶的，而且上面的料给的特别足，一个这么大，加热一下，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像披萨一样。活动结束之后直接恢复34.9元一个了哦。微辣，很好吃，全麦粉、小麦粉，嗯，绝了。